绝对了，绝对了，燕威。哇，你有这样吹口哨过吗？好吧，没有没有。来，燕威，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后面节目进行快一点，我没有什么心情了。有人突然转到这台来讲说，广播电视画质这么脏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以前在舞台上表演，有人乱入这种经验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带来你的歌。太快了啦！奇怪，我怎么会初二呢？我就初五就好，十一、十二，谁知道？对呀，对呀。哎，要恭喜，又恭喜入围，对，得奖机会很大。对，因为歌艺也是，然后又会自己写歌，又卖歌，习惯吗？我还蛮开始习惯了，习惯这种，我说习惯我的脸唱。对，第一次看到，很帅。哎，好好好好加油，搞不好今年金曲奖就得奖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欣赏他的表演，坚强的理由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名模志玲姐姐林志玲，加油好吗？很多人都说，为什么我结婚的对象不是言承旭？到底关你们屁事啊？其实我也很想跟承旭交往，可是有些话不能说。承旭，我好想你哦。アキラですか。あなたは蘭花兄弟です。どうだ。ないです、ないです。蘭花兄弟。蘭花兄弟。レスワヘ。放浪兄弟。放浪兄弟。放浪兄弟。すみません。恭喜两位，来，演出非常成功。来，还有你是哪队的啊？
我是言承旭。叶富台啊。看流星。我觉得言承旭出来的年纪都会相继提高。这段的表演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反正谁被弄脸都无所谓好吧。准备举牌了好吧。这次我们不要再手套了啦。手套都弄脏了，我们其实是整人的。三二一举牌。那不好意思啦，没问题。那代表今年有机会得奖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厉害。不会了，不会，轻松，眼睛闭起来，嗯，轻轻的，嘿。感觉宪哥有在加油，小心。OK， 好。我们预祝他获得今年金钟奖的最佳新人奖，金曲奖，金曲奖，金钟没用了，好吧，恭喜恭喜啊！